我们欢迎布里德市长访华，希望此访取得积极成果，进一步推动旧金山市对华合作及中美地方交流。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，基础在民间，未来在青年，活力在地方。中方一向支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多来往、多交流，不断积累共识，增进信任，排除干扰，深化合作，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。